我的好哎，妈这干黑不净啊！看来你暑假干什么的？哦，那个咱们年后到我们家帮带走了，已经都快两个月了，我把他工资给结一下。工资啊？嗯，你给他估计他也不会要的。俺妈总觉得呢，帮小孩妈妈也是应该的。那也不能啊，老妈也没有义务一定要帮我们带小孩。嗯，老妈能把我们带小孩，其实我内心已经很感动了。其实我也挺感激俺妈的。上次你赶妈爬公司，好多人说你心上底不太会说话，弄得俺妈很尴尬。那这次这样吧，我把老妈的工资放在这个大红包里面包给她，就是给她一个大红包。哎呀，哎呀，你这红包有点小。下次我把红包买的大一点。哎妈。红包，拿着吧，拿着吧，快拿着吧。这两个弟兄们也辛苦了，不做什么，看见，再平凡过一点，平凡过一点，这个心意这么大，喝到一杯能有几万天，对不对？就喝那么大、啊、真的老妈真的很感激你，就是不光帮我培养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还帮我朵朵带带的这么好。妈老怕带不好也蛮有压力的，我也想想哈，对哈、嗯、带得很好了嘛，现在很好了、嗯、哎，我特别这次查出来说从五到七长到二到三，哎，爱到三，现在真的压人心里面就在落地了，平均来比什么都知道、嗯、是的。妈你拿着哈，这是盼盼的一份心意。嗯，哈，对，我看小乔的一份心意。哎呦，能放的时候还减轻点负担哈，太忙了。妈哈、啊，真的，这个不能用钱去衡量。妈，你就是刚说的。妈，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自己拿着去买衣服穿，到时候买个漂亮的衣服穿穿。嗯。现在呢，妈也不用养猪了，可以穿漂漂亮亮的。嗯。不养养了。养猪确实很辛苦。你培养人才了，对吧？把我培养成大学生，把闺女培养成大学生，再把外孙女也培养成大学生。妈你的功德无量。妈要睡觉的时候抓着她的小手，就好幸福啊。我也是，我睡觉的时候喜欢搂着朵朵。还有一样东西要送给咱们，这个呢是我上次在山东潍坊买黄金的时候顺便给这么俩吊的黄金吊坠，不知道咱们到时候会不会喜欢。一定喜欢呀。喜欢，妈都没带过这个。那我现在就送给他。哎，妈，妈，我有个礼物送给你，妈，来。什么礼物？哎，妈，上次去外地的时候给你买的，一直没来得及给你了。哎，不用。我看妈脖子上少个吊坠，正好来。来，不用。妈，起来，我把你戴上。来，戴什么戴？那是我买新的项链，我还没戴。这不要，这个妈。哎呀，黄金吊坠哦，他妈专门给你选的。给妈戴。哦，不要。我妈不喜欢这。哎呀。好看，真配你。瞅你戴什么包，看着好看。好看嘞，妈，真好看。现好看，好看，看着挺富贵的。嗯，对对对，贵气。妈，你喜不喜欢呀？我，我不喜欢。真不喜欢。不喜欢。那这样吧，啊，我，咱丈母娘戴几天，再给你换戴几天。戴了，戴。哎呀，小孩子偏心，小孩子的心对吧？你看，我妈刚才也说了，她不喜欢这个。我知道我妈不喜欢这个，所以没给老妈买，那便宜了。不便宜。主要是妈也平时也辛苦了。你看，给人家带嘟嘟，这个啥嘞？干黑。你给你带，你给我老哥。老妹，你带着我心里唱歌。哎呦，我想买了。啊、妈，你想要的话，我再给你买一个。上次哈就没想起来，就买一个。这里小的喜，有的心里嘛，这里不买还好高兴。你先给你买个，对。那好，那还要整个婆你看，你的暧昧都疼你，你看。哎呦，没送你了，没，那我送给你了，我再送给你，我送给你了，见花献佛了。
你看这姐妹俩出的多好，跟亲姊妹一样。我了木大的嘛。等等等等，看到了吗？等等，老妈，你也有哦。我说个厉害，给你了，老妈。你狗还不高兴了？都有都有都有，来来来，带，都有都有的，两个妈妈一样重要。感动啊！我真是感动，哎，妈就不行了。你带着带着带着。戴的你戴的好看呢，我的好哎，妈真感谢不尽啊！我无法表达这种感，这种心情。有都有了，都有了。两个妈妈都很重要，嗯，两个妈妈一样重要，哎，都很重要，哎，都为了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养好闺女，我真啊，我太好哎，真的。养好养好闺女的就好好对你儿媳妇，好好疼你儿媳妇。哎，谢谢你哦，谢谢你。好爱你，几个你要多火气了啦！我们还标着，过半辈子了，你这金项链戴着，老公没给买，你去安排上了。谁告诉你？你是老公没给买，俺媳妇安排上了。哪个媳妇买哟？把小孩扶了。我这是把小孩扶了。喜不喜欢呀？喜欢，喜欢，这个喜欢，这是荣誉吧？荣誉。看到两个妈妈开心，我们做儿女的也很开心。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儿女努力最大的意义。嗯。